言语乡土摄影师李控李控帮忙社区大学摄影比赛，宣传海报通知爱好摄影的人士，到过收件已经到16号。帮忙社区大学主任黄琼恩表示，摄影的主题依照家里客家西港将军七个帮忙顶顶六区的阳分地带、自然的景观、人文风景甲历史建筑，在地特色顶顶。推动终身学习是真理大学的社会责任。在借由透过北门社区大学的承办呢，我们将我们的学习融入在生活中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教育局也委托我们来举办有关相关的一系列的计划。那有这个我们的言语乡土摄影师的摄影比赛，其实把我们的这一些在地的特色呈现出来，让我们的民众能够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大北门。主任黄琼恩表示，只要是爱好摄影的人士，拢会使来参加。第一名有奖金10000块，第二名是5000块，第三名是3000块，预算1000块，甲奖赠1张。也藉由这样子呢，我们甚至可以推动我们的观光，还有可以对我们的在地的生活有更多的认识、认同，还有参与。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，这次摄影的比赛收件的日期将延到5月16号为止。北门社区大学欢迎爱好摄影的人士把握机会踊跃参与。南投新闻中心副嘉丽采访报道。